你哋啦。好，咁啊，示范开始啦，欢迎大家参观呢个示范表演。液态氮，液态氮就系液态嘅，大声啲，液态氮即系液态嘅氮，冇错啦。液态氮就系液体模式嘅氮，当然你比较熟嘅咧就系气体形式啦。空气里面有八成都系氮气，有冇颜色噶？冇，记住啦，今日介绍嘅系液态形式嘅氮，相当之似滚水，热定冻？冻。热就举手，冻嘅举手，小冻举手，劲冻举手。系啊，劲啊，好劲啊！你个雪柜劲定佢劲啊？呢個勁好多，雪櫃係零下十幾度嘅啫，呢個係零下嘅196°C。零下幾度？勁咧！爭少少去到零下200度嘅低温啦，所以咧係有危險嘅。現場封曬膠片，大家唔好咁近啦。好，下一個小講實驗一，氣球，即製嘅頭先，放落去啦，準備啦，要嚟，唔知啊，一。二、三，咁嘅，系啊，点解咁嘅 ？A 穿窿 ，B 冷缩热胀 ，A 举手穿窿，穿窿 ，B 冷缩热胀，系喎，唔系穿窿啊？点证明啊？咁咪得咯。大家明顯地睇到呢個氣球有冇漲翻㗎？剛才一凍嘅話就縮細，而家暖翻熱翻咧就漲翻啦。即係話温度會影響物體嘅大細，亦即係大家成日聽到嘅冷縮熱漲嘅效果啦。當然啦，平時未見過咁勁㗎嘛。係啦，因為我哋好少用到咁絕對嘅温度啦。好啦，要將氣球擺入去用咩方法？點入？太大啦，點入？除非呢個變大或者呢個變大，準備啦喎，跟住朋友準備啦，準備一、二、三，得唔得啊？而家咧，再細啲好唔好？裡面怎樣拿回出來呢？陣間的事，現在我們先看看其他的材料。陣間你知道這粒是什麼呢？玻璃。什麼歌啊？蛋蛋波。蛋蛋波。蛋蛋波。好難啊你。 OK， 好啦，多謝你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搞掂！哇！哇！佢奖金系硬咗，嗱，温度影响大细之外，都会影响弹力。哇！企咗喺度啦，企几耐咧？就系企到佢脚软咯。佢会唔会软咗咩？系啊，佢有脚软咯。好啦，咁當然講笑啦。實際嘅情況咧，係因為佢個温度升高翻，彈性恢復。至於彈彈波咧，聽下，聽下啦。大家聽到啦，係咪一啲聲好似波子撞落台咁嘅聲，硬咗？既然温度影響彈性，大家留意啦。剛才氣球浸落去，呢啲膠係會硬，所以頭先咧係會隨時爆波噶，明唔明白？咁如果你而驚爆波，就請你揞定耳仔啦。因為氣球出嚟嘅時候係隨時爆波，明唔明白？準備，一、二、三。
出嚟嗰一下就爆咗啦。不如再嚟一次好唔好啊？都唔使好大噶。好大，要超大。頭先驚唔驚啊？順便咧就要講解一下剛才嘅氣球點解係會咁樣啦。首先大家知道水滾係幾多度？180攝氏。液態氮滾係幾多度？196度。冇錯啦。196度。咁另外196度咧係液態氮嘅沸點即係滾嘅温度，一高過呢個温度咧就變翻做氮氣。換句話講，而家係室温嘅情況底下咧，自己喺度變緊氮氣嘅啦。變氮氣膨脹大概700度嘅體積，所以我倒少少入去之後咧，個鐘裏邊就變咗好多氮氣出嚟，壓力就將個波逼翻出嚟啦。咁剛才嗰次就爆咗啦，記唔記得再問一次？記。唔記得我再嚟一次好嗎？想唔想佢爆啊？我非常之想。準備。Again， 预备，小心 ，be careful， 一、二、三。出曬嘅啦，手上呢一樽咧係清水嚟嘅。嗱，我哋將液態氮咧倒入去啦，過程中咧一路變翻做氮氣，咁變氮氣咧就會膨脹大概700倍嘅體積。如果我封實嘅樽口，個樽口可能會點啊？啊，你估到嗰個字咧，咁啊～小心啊，小心一 ，be careful， 小心，小心二。係啦，唔縮手咧，個波誒呢個樽咧好可能會爆。其實儲存液態氮有相同嘅困難，就係液態氮喺個樽裏邊不斷自己變翻做氮氣，產生一個好大嘅壓力。所以我哋嗰個樽咧嘅設計係有啲特別，暖水壺唔啱用。好，到呢、這個。唔係芫菜啊，小朋友。咩菜啊？娃娃菜，娃娃菜，椰菜。椰菜，你講出嚟。娃娃菜。唔該啦。啊，將佢浸化開啦嘛，好唔好？好。好唔好？梗係好啦，你講好啊！贊成呢個舉手，贊成呢個舉手。唔好意思啊！我死咩？啊，睇睇菜嘅效果啦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。薯片一樣，道理就係啲水喺入邊咧就結咗冰，咁樣你咪碎曬咯。但係更重要嘅係，水變冰嘅時候會反膨脹變大，所以個細胞就爆開咗。換句話講，我攣落之前咧，菠菜死咗噶啦。如果我落隻手又會點啊？贊成浸呢個嘅舉手，再嚟一次贊成浸呢個嘅舉手。點解收不到頭先㗎？好啦，嗱，以下呢個示範咧危險，大家千祈就唔好學。零下196度攝氏低温 ，OK， 我頂人啦，翻嚟啦，唔好學。一就二就三。
得喎，有冇掂到噶？係有，點解佢冇事啊？因為係呢個非常之凍，我係非常之熱。當液態氮一掂落嚟之前係暖翻成為氮氣，手喺外邊有一層氮氣膜包住隔開咗。更重要嘅係氣體隔熱嘅能力好好噶，所以喺度咧就保護到我。不過好快消失，所以我頭先掂嘅時間咧係要短，控制得唔好嘅話咧，同方菜一模一樣凍傷。實際情況底下咧係一定要戴呢一種嘅保護手套，記住啦，唔係徒手啊嚇。好啦，嗱呢個咧。